量庄严，究竟如虚空啊，无边际也。这也胜过了他方世界啊，我们这个世界是娑婆世界，娑婆世界里面的凡圣同居土有量啊。啊，地球是有量的。啊，这个面积，海洋与陆地都是有数量的。西方极乐世界，不可思议，它没有数量。啊，极乐世界有多大呢？如虚空。无边际，你找不到边的。太大太大了。为什么它那么大而没有边际？前面说过了，它是发心土。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身是法性身啊，我们这个身是阿赖耶的境界相，阿赖耶的相分。我们起心动念能够思想的，是阿赖耶的见分啊，物质现象是阿赖耶的相分。阿赖耶的见分相分是有生有灭，是染污的，不是清净的，是有量的，不是无量的。啊，这极乐世界跟我们到底有哪些不一样？我们要搞清楚、搞明白，我们才会把阿赖耶的三细相卸掉。你不再贪念他了，你不再执着他了，你可以把他放下了。啊，一放下，就跟法性相应了。啊，因为阿赖耶的三细相障碍了我们见性。啊，性是真的，这是假的，阿赖耶三细相是假的。啊，放下就明心见性了，放下就是发身菩萨了，放下就超越十法界了。了解事实真相叫看破，你没有看破，你怎么能放下？坚固的执着不肯放下啊！真相明白了，阿赖耶是虚妄的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的啊！他自体虚妄，变现出来的东西没有一样不是虚妄，放下虚妄。你就见到真实了，真实智慧就现前了。